战斗机。哎，老大，我问问你啊啊，你说你在中国待了20年了，我问问你啊，你觉得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不一样的，头发呗，我们的黄，你们的黑。你废话，说点正经的啊，你觉得你给大家说说。那我觉得吧，你们中国人都很含蓄，不爱直接表达你们的想法。啥意思啊？就比如呢，就像咱家的粉丝都喜欢我，然后还盼着咱俩分开，还天天祝福咱俩幸福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那有很多你粉丝等着我呢，是不是？你俩脾气好大。不是姑娘，爸爸问你，爸爸到底帅不帅？帅。你这不是难为咱姑娘吗？你说她是你姑娘，你让人咋说呀？姑娘，爸爸问你啊，你是不是怕为难爸爸才这么说的？你说实话。你自己品。